开过开几次车了啦？差不多十次吧。一驾照把它扣出来，你啊？车啊，上车，上啊啊！司机嘞？这里啊，这里是谁？我。你？对啊。你是司机？对啊。怎么可能？你刚学会而已呢。哦，我也惊了，我唔敢了，你们不要闹了啦。很安全的啦。你确定？确定啊。很安全。很安全呢、啊。这个节目呢是妈妈教你的节目。嗯。你们正常我都不会走。好，那就上车吧。好。好。好。走。哎呦！你踩什么刹车啊？又会怎样？啊，我这开很慢的。你开过开几次车了啦？差不多十次吧。啊，你会不会倒车入库或者路边停车啊？应该会了吧？应该会。我的妈！这个娱乐圈还需要妈妈，所以你豆豆开哈，要关前顾后，哈，啊，就是有苦啦，真会当闪来闪过，唔好苦啦甲断过，安尼哦，哎，恁阿会吃会歹去，很容易就坏掉，底盘也会去撞到，知影无？好的。哦，真恐怖！我头一次坐阮早听的车，因为搭客到家，伊搭客到家。紧张到讲话拢讲袂好势，伊驾照单考出来尔，啊，所以呢，迄个做，我也真紧张，新车驾驶难免会新手，哦，是，新手驾车是这样吗？新手驾驶，新手驾驶，你看我要语无伦次啊。我这个握把吼，大家准备出奖。对，你确定？这里我立马靠，你不要靠近摄影师。什么意思啦？那我真正是错了蛋，因为我感觉讲，因为考完驾照了，啊，我去学开车无？啊，捌开过无？我嘛唔知呀，所以其实我还。蛮紧张的，我一开始坐上去的时候，我都啊，天哪，波比波比波比哦！但是开起来嘛了，我感觉搁真稳哦。因为他刚开始很不相信我的开车技术，所以为了让他放心，我就选择今天开车载他。他刚开始就一直抓那个把手，感觉很紧张，但是开到后面他就很安心的感觉。我嘛。看你在打洞啊！你敢不知？真的。如果万一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也不用这样弯下腰去捡那个东西，这样很容易出车祸。嗯。哦。他十次车祸九次快，是妈妈的叮咛，所以呢，都没在开小机。对。哦，阿妈没在开小班。嗯。我你干啥？哦，我放心嘛，不过不能我的惊死，错噶，真美哦，要不要做欧王？不错，啊，你怎么爱上？哎呦，掌声鼓励鼓励，爸婆阿哥嘞，哎呦，开了袂歹哦，妈妈家呗，请我你开，好，好，要做到。哦，没问题、啊。我常常呢都是说到做不到，不是不行，你这个要做到，说得到做得到，你放心了，妈妈一定哎，没巧的。确定哦，有在录哦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，你也看过来来读册，啊，过来来迄度做，把节目做好，安尼妈妈就没巧你，好不好？好。